すごいね、はい。すごいね。まあ、もともとはこの周り全部兵器。そうそうそう。技術研究所と日本の海軍の毒ガスのと細菌兵器の化学研究所の跡地。その跡地を、まあ、史跡というこういう形で残して。如今这里已经没有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像模海军工厂化学实验部字样的纪念碑。纪念碑对制造毒气的罪恶历史只字未提。纪念碑四周已经完全被品种交通安全协会包围，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做这个其实就是表功，我们为国家做过这种事情。具体因为毒气瓦斯伤害的人，他们没有那种悔恨，没有这种疑悔，他们完全是一种自豪的心情啊，把这个事情做。所以呢，不放在外边的意思就是说的，他不能公开。毒气瓦斯是受国际条约所禁止的，但是他又想表现自己的功劳，所以就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立了这么一个碑，完全是这种心理。早在1923年，日本海军便是研究制造化学武器的重要力量，他们也相对独立地进行着化学武器的研制。此项任务由设在神奈川县的相模海军工厂海军技术研究所化学部负责。日本も赤材として赤っていう言い方でこれを一組名をつけています。特約2号と言います。作りました。これは武器としてはですね、大きな筒、こんな大きな筒なんですけど、筒の中に入れて着火装置で火をつけて、それで発煙剤の中に混ぜて放り投げるというやり方ですね。で、イペリットの場合はヴィラン性の毒ガスですから、これ持続性の毒ガスとも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を海軍の場合は爆弾とそれから迫撃砲弾に作りました。海軍の場合の爆弾は60キロの陸用爆弾といって、この爆弾の中にですね、イペリットが大量に入っています。当年的海军工厂虽然产量不及陆军的大久野岛，可是在日本化学战作战中依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规模不容小觑。啊，いっぱい降ってきちゃったね。正門がここになってて。这个正门，在这个工厂的正门是在这。で、ここが、ここからこのずっと一帯が毒ガスの研究所であって、毒ガスを製造してたところ。这里边就是以前的毒气瓦斯研究所。据统计，相模海军工厂共生产毒气炮弹约70000发，和大久野岛一样，制造毒气的黑色档案也同样被隐匿了近半个世纪。这道长长的围墙，是当年那段历史留下的唯一一处遗迹。日本军方不仅重视毒气弹的研究和生产，更重视使用毒气的军事人员的培训。1933年8月，在千叶县金田町建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这里专门负责教育和培训使用化学毒气弹的军官和军士，被称为练习队。这个记载里头有记载，比如说这个训练的时候，一个大的教室里面，教官来了，拿了一点点化学有毒剂啊，放到里面，点着了，燃烧，满屋子就是呛的，非常呛的烟呐。然后教官出去了，门窗全是关闭的，回来以后告诉学生说：“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化学武器，有这样位置，这种气味的话，一旦战争中，你们要小心，这就是化学武器。”
所以当时他们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包括他们训练也是这种非常就法西斯式的一种训练。习志野学校专门培养化学战军官士官，学期3至6个月，战争中增开学期1至2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设立教导研队。10000多名在这里接受化学战训练的军官和士兵，成为化学战的急先锋。在1933年至1945年这12年之间，习志野学校共培养了3350名化学战专家。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些被分配到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从事毒气的研究和发明。他们也成为了关东军第516部队的成员，是指挥毒瓦斯部队的候补军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侵华战争爆发。在黑龙江省，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齐齐哈尔首先成为关东军要攻占的要地。1931年10月16日至11月21日，日本关东军第20师团在多门二郎师团长指挥下，与马占山将军所率领的中国军队，经过37天的战斗，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侵占了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市位于嫩江的中上游，是中国北部边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第20师团占领齐齐哈尔，这里成为日军对苏作战的西北部战区和军事重地。为彻底清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先后有28个番号的日本部队在这里驻扎守卫，一时军营林立，恐怖气氛笼罩全城。他当时呢有一个目标，要北进，要跟苏联开战。齐齐哈尔作为那一个对苏战场的这么一个第3道战线的军事中心，又是交通要道，也是一个枢纽，这么一个城市，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日本关东军北进计划确立，1933年设立于日本东京殿桥的陆军军械部第6技术研究所和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开始秘密行动。一支神秘的部队随之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东4公里处安营扎寨，它就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化学部，代号516。很少有人知道齐齐哈尔516部队，它与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杀，与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一样，灭绝人道。516部队呢，当时是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啊，一部分呢是它的516部队的本身的这种试验的这一部分，另外呢这个有200人左右，另外还有一支部队呢，也算是516部队的，实际上就是526部队啊，实际上也是大体上也是516部队的有一体的，它叫训练队。这个训练队呢，它有迫击炮，它有这个。有一些战车啊什么的，就是
撒这个毒剂的这种训练的也包括一些人，这是要两支部队构成的。日本关东军第516部队辖区面积有10平方公里，设有生活区、制造车间、试验区、靶场、迫击炮部队5大区域。制造车间主要生产各种供试验用的玻璃器皿和加工装填所用的设备，以及试验完成的样品武器。试验室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大楼，设有地下试验室。在试验室的南部1公里处是进行各种化学武器性能测试的试验场。因为齐齐哈尔多为西北风，整个试验场呈西低东高的态势。这个实验室的面积啊，在2000到3000平米左右，它每个墙的厚度都在1米左右，所以说呢，规模很大。这个实验室呢是4通8达的，面积这么大，他搞的试验的品种，按照呢，我当时所搜集到的一些资料，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把大久野岛生产的这种各种化学毒剂运用到手榴弹、炮弹，炮弹当中当然包括山炮、野炮、迫击炮，还有玻璃瓶，还有航空的不洒器等等，这些实用于实战的这些武器当中。日本在东北做的一些化学武器实验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都是由来516来承担的。它516上万发炮弹的这个毒剂效果，在野外搞实验，都是它来进行的。关东军516部队曾多次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野外毒气实验，并在诺门罕战争中使用了毒气。巴彦汉毒气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设置的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这里呢，就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布俩特蒙古人祭祀敖包的地方。这个敖包呢叫巴彦汉敖包，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这里以后呢，就不允许牧民再到这里来祭祀敖包，而把它变成了呢细菌毒气的一个试验场。呼伦贝尔大草原巴彦汉地区近11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规则地分布着日军大量毒气实验场遗址。日军呢在进行毒气实验的时候呢，就把人还有马啊，还有这个坦克、装甲、汽车。驾驶员啊，把他们这个都放到类似这样大小不同的这种工事里面，那么从远处发射炮弹，炮弹搁这爆炸之后呢，产生毒气，毒气就散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看这个马中毒的情况，人中毒的情况，还有坦克车、装甲车、汽车里驾驶员中毒的情况，那么你把它都进行详细的记录啊，多次根据不同的风向、
根据不同的温度啊，看看呢这个毒气对人的伤害程度啊。在这个试验场上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呢，进行了很多次这样的毒气实验。516部队进行毒气实验，除了用小鸟、老鼠、鸡、狗等动物来做试验之外，最稀缺的就是活人马路大。然而这种稀缺的实验对象恰恰在731部队中大量存在，惨无人道的731部队和516部队联合起来进行细菌和毒气实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那里被任意的宰割杀戮。731部队是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它臭名昭著的原因是用活人进行生物化学实验。731部队呢，这个也在这个配合着化学战部队的进行各种试验的同时，那么由于它专业性非常的强，那么日本的化学战部队516部队本部也经常派员到731部队协助731部队进行化学人体试验。原731部队的队员岳定南曾多次见证了516部队与731部队联手进行毒气实验的情景。为了让后人记住这段残忍阴暗的历史，他描绘了深埋在心里多年的记忆。もって大量殺人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ガスの種類にはイペリットだとか類サイトだとかホスゲンだとかビラン製だとかね、青酸ガスだとか亜硫酸ガスだとか、まあ、いろいろなそのガスがあるけど、毎日同じガスの試験はしないけど、ガスの試験を、まあ、今のその奥の島のガスの試験をするわけですよね。それでガラス張りだから今の倒れていく状況はよくわかるわけですね。それで、まあ、あの自分にライカーなんていうドイツ製 のカメラなんかありましてね、今のみたいなカラーがなくてね、白黒の撮影機で全部あれ撮ったりね、それでそのガス2000倍5000倍なんていって濃度の薄いのから試験していくわけですね。そして今の何秒でどういう症状になってこう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ね、細かく全部記録できるわけですね。人間 の呼吸器というのは大体ハトと同じですね。犬を入れたりいろんなことをいろんな対象で入れておくわけですね。人間もまあ5本か6本ぐらい入れておくわけですね。1回に。1945年516部队接到日本参谋本部将库存毒气弹及重要设施全部销毁的命令后，炸毁了一切可以证明其毒气研究的装备和设施，焚烧各种文件资料长达三天之久，并派弱生重作五人用汽车将库存毒弹运到嫩江大桥上抛入江中。1945年的8月10日左右，516部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当时留下了一个师导少佐，带领30多人处理善后。
剩下的人员全部由齐齐哈尔坐火车返回日本。这个石岛少佐带领这些人炸毁了这所实验室。日本进行化学武器的研究和培训计划非常缜密，从1918年陆军省设立毒气委员会到1945年8月的战败，历时近30年。1930年，在对台湾当地土著居民的血腥屠杀中，日本军队就使用了芥子气等毒气弹，致使5000名赛德克人中毒，失去反抗能力，而惨遭屠杀。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化学武器更是成为了他们屡试不爽的战争利器。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和无辜百姓倒在日本军队的毒气弹下。尤其是在华北、华中、华东的各大战役中，日本军队更是运用化学武器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天惨案。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战场上，化学武器被日军大肆秘密投入使用，大量无辜中国平民惨遭毒害，一时间中国华北当地如烟。没有那种悔恨，没有这种疑悔，他们完全是一种自豪的心情啊，把这个事情做。所以呢，不放在外边的意思就是说的，他不能公开。毒气瓦斯是受国际条约所禁止的，但是他又想表现自己的功劳，所以就找了这么一个地方立了这么一个碑，完全是这种心理。早在1923年。日本海军便是研究制造化学武器的重要力量。海军工厂化学实验部字样的纪念碑对制造毒气的罪恶历史只字未提。纪念碑四周已经完全被丙种交通安全协会包围，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做这个其实就是表功，我们为国家做过这种事情。具体因为毒气瓦斯伤害的人，他们谁冒你啊？这样吗？もともとはこの周り全部兵士。そうそうそう。技術研究所と日本の海軍の毒ガスの細菌兵器の科学研究所の跡地、その跡地を、まあ、史跡というこういう形で残した。如今这里已经没有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像模海。